我说一个，去年我跟玛利亚想学习了怎么当漂亮女生的秘诀，但我发现香味才是让别人对你念念不忘的关键。今天让我们欢迎最香的女生，玛利亚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布玛利亚。我是 Pocasa， 难怪我们两个今天会世纪大合体呢，我们是有精神上的关系，有吗？有啊。我们今天刚好收到 Lush 植萃香氛沐浴露的邀请，魔幻舞台。在日本的话，很多人知道，我也是每天晚上用香香的味道，很持久，所以就会香香的呢。对 ，Yeah。这次 Lush 出了两个新口味，我自己试用之后，我比较喜欢月光仙人掌跟雪松香。虽然说看起来带刺，可是其实内心很多汁又很温柔，像瀑布一样的。哎，可能我粉紫紫花，跟我一样花花的感觉，对，花花的感觉，然后真的很香，到早上起来都有这个香味，然后非常的喜欢。今天收到 Lush 的邀请，我们也不可以平白无故的洗澡给大家看。哎，对，哎，真真打咩？哎，我现在在洗哦，所以我们要来打香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流汗。日本的，没错，为了你量身打造的。啊，那个手在吗？从来没有玩过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玛利亚想一起打香扑，然后我们流汗之后就可以开心的洗澡，这就是本次的计划。开始，开始。现在要打香扑，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对，准备了香扑妆，我还为你准备了偶像版本，超模色，你最喜欢的颜色。你很像比较胖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用原始体重来分的吗？这就是偶像的 power。我那有壮吗？没。肚子起来的。你真的感觉很会跳哎、欸。你还是胖不起来呢，喂，是不是我高？哈，原来你想吃香锅的。放下场摸你下面，胆妹啊！第一关相扑选手经过很多训练，力量训练，力量训练。哎，我们要来跳香香的呢，穿着这样跳，我很有 power， 地板都彩色，第一名。玛利亚场好开心哦！那我们就来力量训练，豆豆，欢迎俄罗斯的开心。哎。玛利亚，我现在仔细看才发现你的动作很偷懒哎，有一种奇怪，吸收吸收，啪啪，很像你，真的有这个动作，有有有有，这有发挥下半身，准备好了吗？简单版本，我听到音乐就想到表演的版本，对不起，我等一下跳简单版本的，约定好哦，我是事不过三的女人。我们刚刚进行完力量的训练，有一个基础的暖身了，接下来是敏捷训练，打相扑的时候啊，呵呵呵，对，啊噗啊噗啊噗的闪躲，所以我们要来进行敏捷训练，请把我们的敏捷道具拿给我们。台湾综艺节目的游戏哦，打开你就知道，你没办法看到自己的脚。
好厉害，很帅哦。嘿，等一下就要不把它弄破的，经过这里。这个是综艺节目。我们先要把它粘在一起，给它一个胶带。好啊，给你一个胶带。谢谢。什么？胶带。胶带。然后给你一个胶带。胶带。哎，可以吗？很胶带。啊，粘到地板了。等一下你就会笑不出来了，因为我们要挑战跳过它，然后不伤害到它。很难哎，这个蛮薄的哦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那往后面来。好啊，那我先。加油。好，过关。可以。等一下换款呢？不讲在吗？为什么人家会跌倒呢？抓紧时间就偷懒。我们不是那么好心的团体，对，我们是黑暗组织。我们要播酸酸的奈，然后用边跳舞的过程边过。我可以哦，你可以。我可以。要小心哦！要小心哦！不会消啊！我们是饭团吗？啊！真的？没什么？什么？抱歉。Onigiri， 魔法过了十二点也不会消除。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很累耶。玛利亚桑，你要不要吃？那我们刚进行了辛苦的训练，我们也来挑战吃动心训练。可以的哟。我们要吃甜甜圈，这种甜甜圈大好き。真假的？日本节目很常看过这种，我真的没有受过。叮叮叮叮，火车快乐啊！那里有点危险，看谁比较快吃完。好，甜甜圈好重，我要开始了。我无私的教你，你要这样怼怼。哦，咬不到！我一直被他响巴掌。你用舌头固定他。不要的！恭喜！我会加油。为什么感觉很坏？我刚看起来是这样吗？甜甜圈打脸的感觉。天哪！哦！哇！真！日本还是哇！Donuts！
再最后一个做自己。啊！他为什么让弟弟就停在自己的脸上？你刚刚摧毁一个偶像，玛利亚长还是很漂亮啊，而且你在拍我跟拍玛利亚长的时候，你笑声不一样。拍我的时候你就，玛利亚长真的很厉害又很敬业，我敬业录三段哎、欸，这段不好笑，那我再重新录一段。连续两个弟弟很好笑哎，玛利亚长两战都赢了，我们现在来互殴，互殴是什么？要啪啪。嗯，好。怎么那么爽朗？你接受？我对于相扑是认真的，赌上月光仙人掌的名义。玛利亚想战斗的，我是本质直发，可爱融合香香，绝对是不会是富不强的，大家帮我应援呢！好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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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你四目相交，还真高兴。把谁推出去，谁就赢了的游戏。三二一，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不行，再一次。刚刚只是测试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都强啊？我要生气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真的很强啊？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。那我们可以去洗澡了，厉害，玛利亚桑。什么 King this？ 真的好香哦！魔幻舞台。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洗完澡了，我整个人都是月光仙子香香的味道。乐齿的植萃香氛沐浴露是两种味道的呢、哎，它是双香氛。哎呦 ，YSL 跟 Diptyk 香水的味道的啊，是吗？超级有质感的味道。因为我平常不太研究香水，真的是那么高级的味道。真的？那玛利亚想是什么味道呢？嗨，我都喜欢的是粉质植发香的，粉质植发香跟还有琥珀的味道，有名牌歌姬的香水的。的味道。我跟 Pita 是有同款香水的，不讲有喷香水，因为我会怕自己下手太重，之前第一次喷就吓到别人。是找沐浴露的味道，闻起来很清新健康，不会像点我今天很香，而是啊今天很香，是很舒服的味道。这个真的厉害的点是持久，晚上洗完澡很香，早上起来也很香，我会再香香的，但真的是偶像的秘密。添加热门肌肤保养成分，还有天然精油，洗完澡也没有干干的感觉，就是滑滑的。月光仙人掌就有四种美容级玻尿酸锁水精华，粉质植发香添加首选维他命 C 的。除了我们今天拍摄的这两款 Lux， 还有柠檬草与麝香、天竺葵与石榴，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喜欢的味道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闻闻看，真的是香味高手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，拜拜。